今天我们要玩的是一款立体拼图，拼好之后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，它整体的结构就是这个样子的，一共有216片，拼图的材质是塑胶的，卡得比较紧，这应该是我第二次玩这一类的拼图了，非常期待成品。主体部分已经拼好了，还剩塔尖上这一层。不瞒你们说，拼图的背面其实是有数字的，步骤非常清楚，所以拼好的完全没有挑战。最后我们把底座给装上了。不得不说，这个还原度还是挺高的。这里还有一个发光的底座，我们也装上看看。